今天我讲的案例是在2011年3月24号发生的。四川成都有个人来到深圳找我要临牌，说他的妈妈头顶痛，然后呢恶心呕吐，就这样的症状，到医院里怎么治也治不好，就一个头顶痛，痛得无法忍受。好，临牌开始了，开始吧。我看到一个人啊，打他妈妈的头啊，他妈妈没来，是女儿来的。那但我现在听人家看临牌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一个人打他妈妈的头，是怎么打的呢？蹦蹦这样打法，这样的循环，先打头顶，然后打他妈妈的乳房，然后再把他妈妈乳房棒上敲一下子，再打头顶，就这样的不断循环。我就对他说呀，你看这个人既打你妈妈的头顶，那他妈妈头顶痛就这样来的，又打你妈妈的乳房，我说你妈妈乳房肯定有问题。他说是，我妈妈11年前得了乳腺癌。然后这个人是谁呢？打他妈妈的头啊，原来是这个人的妈妈打胎的小孩，也就是到是女儿到了现场来临牌的，也就是说他女儿下面后面还打胎那个小孩。他说没有没有，我妈妈从来没打胎过。我说你不要说没打胎过，你现在就用手机给你妈妈打电话，你问你妈妈有没有打胎过。他电话一打过去，他妈妈说是打胎过一个小孩，承认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打胎的小孩，一年呢打出来的。因为11年前他妈妈得了乳腺癌，现在呢这个小孩改打他呢，原来是主要打乳房，现在打头顶打得很重，所以打出来的，西医上讲的打了以后颅内高压呢会引起那个恶心呕吐的症状，这就打出来的呢。如果按西医的说法，既打了乳房这个地方得了乳腺癌，后来又头顶上如果出现癌症的话，人家就说从乳房转移到头顶，你看这是转移吧，都转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同时被打了，这是被同个人打了。所以说西医上的转移啊实际上不靠谱。你如果说直接临牌看的话，就看得一清二楚，看明白了。他说好，看明白了，现在请你妈妈忏悔道歉，就说妈妈不应该打胎，要承认他，接纳他。排完以后呢，在排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伊林呢要给他起个名字，然后他那个到了现场的那个人呢好几次想名字他都不要。后来我告诉那个人，我说他想要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把名字说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人大吃惊，那个是我女儿的名字啊！也就是说，这个伊林一直想一个名字，他家里妈妈曾经也想过，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就用这个名字。后来打胎没生下来嘛，然后女儿结婚了，女儿结婚以后自己生了小孩，然后他们起名字就用同个名字，你看就这么巧。临牌完了以后，我深圳那边让那个打他妈妈头的那个林呢离开，向他忏悔道歉离开了。同一时间，他妈妈在成都，头顶就不痛了，那就立竿见影就不痛了。后来呢，他回去了，乘飞机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啊，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到了成都机场一个，有个男的不认识的，喊了一下名字。喊他名字，实际上喊的谁的名字呢？是喊的那个打胎的这个小孩要笑的名字，和后来起名字起给他女儿的名字。后来他解释，他说我不是叫这个名字，那个人说就是你的名字，你看他还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人家就说你的名字就是这个，他说的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后来的现场要起名字，那实际上被他女儿先用掉的这个的名字，那还有这样的事情。
看到吧，这个案例引起的疾病，头顶痛也好，恶心呕吐也好，乳房带癌症也好，这个就是由堕胎引起的。所以堕胎引起的疾病占了疾病总数的18%。所以呢，记住远离堕胎。我曾经写了一本书，远离堕胎，18%的疾病由堕胎引起。这是我在2012年，还不是在2013年写的这本书，就是案例总结，然后统计出来百分比，就这个。